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到外业市场去逛了一圈，买了一些丝袜回来。虽然现在流行直接裸露双腿，但是在一些正规的场合，像上班的时候、坐办公室，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需要穿这个丝袜，还是非常必要的。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是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袜子都是出产于我们这里，所以说我们买袜子呀都是比较的方便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丝袜吧。曾几何时，一度代表着性感的黑丝袜现在已经没人穿了，现在穿黑丝袜就感觉很土了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拿的都是这些跟肤色很相近的这些丝袜。我今天拿的都是这些简包装的，简包装它跟那个金包装里面货一样的，但是你一个金包装它是需要加钱的。然后我们拆开来看一下吧。这是一个包心丝的丝袜，材质还是蛮好的，然后后面它是有分裆的，这种弹力都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套在手上看一下，跟肤色的很接近，而且它这个透明度比较高。包心丝的好处它就是高透明度，然后弹力非常好，手感比较细腻，然后比较滑爽的。下面我们直接来试穿一下，看它穿在身上是一个什么效果。穿上以后，这个肤色跟肤色非常的相符，然后它这个透明度比较薄，透明度也比较高，这个能够增加腿部的一个观感，使腿部看起来更加的平滑光亮，修饰双腿，给人一种高雅的美感。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，就是新的丝袜我们买来以后，就是连包装一起放到冰箱里面，冰冻24小时以后取出来，自然解冻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提高它的这个耐穿度。好了，今天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给花花点关注哦，记得在评论区留言评论。